到玛丽跟他们唱诗时的喜乐表情啊，不禁让我又想起刚刚前面那位法蒂所说过的话，真让我觉得，我希望我到年纪跟他们一样的时候，还可以继续有这样子服侍主的心智。是的，白发呢是荣耀的冠冕，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。我相信啊，你好好的坚持下去，主耶稣一定会让你得到的。你是说得着荣耀的冠冕，还是要得着白发啊？下一个诗班呢是海运诗班，这也是整场音乐会当中人数最少的诗班呢，所以我也要下去帮忙喽。至于白发跟冠冕，你就不要再想啦，不然再想下去就真的长白发了。这里就交给你喽。好吧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主耶稣的爱是长阔高深，难以测透的。可是往往就是因为难以测透，我们反而会轻易的就忽略了它的存在。就像我现在拿起一块很大的爱心的板子，然后如果我再抓起一只小蚂蚁，把小蚂蚁放在这块爱心的板子上，让这只小蚂蚁随便的游走，这块板子被蚂蚁踩在脚底下，或许它会忽略了这块爱心的存在，或许它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爱心究竟有多大。可是这个爱心的确是蚂蚁所踩的很重要的一块板子，少了这块板子，蚂蚁就不晓得坠落到哪里去，而且这块板子也的确大大会让这只蚂蚁一望无际了。接下来海运诗班的诗歌当中要告诉我们，神的爱，神的伟大，或许我们无法测透，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在祷告和神给我们的回应当中，却明明感受得到。我们一起欢迎海运诗班。是主
是不用惊怕，天父必看顾你，必将你藏看之下，天父必看顾你，天父必看顾你，时时看顾，处处看顾，他必要看顾你，天父必看顾你，人找个时不要惊怕，天父必看顾你，必将你藏看之下，天父必看顾你，天父必看顾你，时时看顾，处处看顾，他必要看顾你，天父必看顾你。主啊，我身我美梦举目观看，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，看见星宿，又听见隆隆雷声，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，我灵歌唱赞美，救出我身，我美梦举目观看，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，看见星宿，又听见隆隆雷声，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，我灵歌唱赞美，救主我身，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，我灵歌唱赞美，救主我身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，我灵歌唱赞美，救主我身，你真青少年，人们所谓最叛逆时期，这个年龄层的诗班还没有演出呢。有的有的，他们不只要献诗，还有戏剧的呈现哦。接下来的音乐剧会探讨家庭亲子间的沟通问题，因为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往往不容易被了解，
使得他们都会用血气方刚的举动来说明自己内心的想法，而这血气方刚的举动往往都会带给身边周遭的人一些误会与摩擦，因此才会形成所谓的叛逆时期。其实只要多一点点的了解，多一点点的倾听，甚至再多一点的包容，即便是叛逆时期，也可以变成美丽的蜕变时期哦。一起用心感受，原来你一直都在。孩子，你怎么教的？都几点了还没回家？他到底有没有在念书？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，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？我每天为这个家辛苦的赚钱，已经很累了。那我就不累吗？我也要工作，回来还要帮你们煮饭做家事。除了每天工作上班，下班回来关心你的政治台、体育台，你能不能花点时间陪陪孩子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家。所谓的朋友混在一起了吗？你妈在跟你说话，你是没有听到吗？到底有没有在念书啊？可不可以跟你姐姐一样聪明一点、乖一点？老师和他们在一起有什么用？以后没有用啊！你要怎么跟人家比？
人往往在安稳的生活中遗忘了神的存在，安逸的生活让人觉得理所当然，却忘了这是神的祝福与看顾。人追求了更多的名利与财富之后，热衷于世俗的快乐，渐渐地离神远去，最后便失去了信仰。之后开始形成了一个夹杀的状态，陈志远的时候，哎呀的时候反而不妙了，哎呀，结果陈志远 save 圣灵帮助，使他。
有像以前那样组成聚在一起，好怀念一起唱诗的感觉。嗯，那这星期六晚上跟以前一样在教会集合，要来哦。朋友，窗外下起了雨，你为何哭泣？深夜来临，你也深刻感受寂寞吗？你在担心什么？心在忧虑什么？我能够为你分担些什么？
久没有回到这个家，从前给我温暖的家，沉淀在心里的孤单，现在它慢慢抹掉，想找回那个温暖，因为你而慢慢出现。 I love you so much, love you forever, 我喜欢有你在的感觉。很久没有三兄子聚在一起啦，生活再怎么的忙碌，再怎么的精彩，也不要忘了我们的信仰哦。神的爱真的很奇妙，虽然时间和距离的不允许，但是身边的朋友总是互相关心，彼此代祷，要好好珍惜哦。天父的爱是何等奇妙，他让光芒